视剧金秘书为何那样，结束了朴叙俊结婚还没想起来和朴敏英的热恋传闻，期待下部作品恐怖动作电影狮子的演技变身，对谈恋爱越想对我赋予的时间好像不多，二十岁初期考虑到了很多东西，我所爱的更重视对方的意见，虽然现在变得谨慎，但只要有机会就没什么可挑剔的，如果产生了爱的感觉我就会毫不犹豫的冲锋。这是演员朴叙俊在最近进行的采访中透露的恋爱观，他在最近结束放映的 TVN 金秘书为何那样中陶醉于爱情中的金美孝、朴敏英是和陷入爱河的副会长李英俊，李英俊恋爱初学者，对金美孝毫不犹豫地表达自己的爱情感情，朴叙俊把李英俊贬义成了实际的自己，对朴叙俊的恋爱和结婚的想法是否和李英俊一样，那一点也不一样，我知道结婚是人生的大变化，所以不容易啊，现在我的立场上说结婚是不可能的，结婚是人生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一个瞬间，因为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想真诚的去思考关于谈恋爱和结婚，自然而然的就问了关于与演员朴敏英的恋爱绯闻。最近粉丝和观众之间流传着两人是否交往的说法，媒体也报道了两人的恋爱传闻，朴叙俊也花了很多时间表明了自己的立场，如果还有疑问请提问，什么都可以说，因为是我的故事，所以不敢不费心。确认了新闻等之后，我好像做了很多拼凑，比如衣服，比如说当时流行所以买了这件衣服，所以跟朴敏英说是情侣衫，去海外旅行也是一起去旅行的，因为是为了工作而去的，因为这部电视剧演得很好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说法，但比起电视剧我更觉得有些遗憾。朴叙俊通过电影狮子再次与粉丝见面，和演员宇道焕一起出演，